各位早上好呀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看到这个画面，没错，又是我们 vlog 时间了。那这一周基本上应该就是我们中秋节这个烤肉整周，这边当然没有闲着，好不好？我们一整周基本上应该要烤个差不多3到4次吧，非常的夸张，好不好？烤肉吃到饱哦。那今年的话，基本上是我们9月16号，也就是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礼拜一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第一摊啊，今天是这个拉面王主揪啦，所以待会晚上的话，我们要去跟拉面王他们来做一波这个烤肉的这个小聚会了，好不好？那明天的话，另外的话，应该是哲平自己家里这边会烤。那因为我家人都比较害羞一点，所以可能就不会有 vlog。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面王跟这个姚哥，我们那群好伙伴去那个拉面王家里烤肉，应该也是蛮嗨的啊。那既然要来去晚上烤肉的话，今天白天当然没办法闲着，喝魔爪继续来剪个这个影片啦。那待会的话，基本上应该就是烤肉趴加大牌趴啦，非常期待，先来去剪影片，感谢魔爪。好了，那目前来说的话，是我们7:09了，也算忙的这个差不多了。然后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这个吃大披萨的时候啊，原本是上面这边就是破嘴唇嘛，就后来不是因为吃了那个披萨咬到下面了嘛，所以我现在嘴巴都只能这样啊，就是这样。打开，因为我这边是一个破了超大洞，而且超级无敌痛，所以不知道待会吃烤肉能不能舒服一点点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姐跟我爸已经去把明天的烤肉要买回来啦。夸张啊！老爸，你说你买了什么？帝王蟹哦，要死我！各位，这边全部都是明天烤肉要用的哦，我的天哪！等一下要吃，明天也要吃，后天也要吃，满满的肉。等一下小烤，明天大烤。好啦，各位，看完我爸这边带来的食材，我现在来下重手了，因为我这边待会要去吃烤肉，我爸推出我一个最古老的方法，在伤口上抹盐啊，嘴破会比较快好啊，好不好？我这边抹完盐了，准备要出发了，好痛哦！我姐刚刚还说要录我那个受伤的样子，他真狠心啊！我是姐宝，我要出去吃烤肉，我姐要准备明天的东西，谢谢姐姐。不敢讲话。各位，我在家里就是个小少爷、小王子，我姐在下面整理明天的食材，我妈在帮我收衣服，太爽啦！好啦，那现在是7:44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的这个五部影片已经弄好了，只剩这部吃完烤肉再回来剪啦，好不好？因为待会应该是8点集合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来前往我们拉面王家，好不好？一样带上我们的这个植物背包啊，里面都是卡牌啊，因为待会的话一样是烤肉趴加我们的牌具，没有问题，走起。很会呢，我姐姐在调。葱盐酱很会呢。好啦，那一样懒得牵车，水骑我妈的车，拉面王家走起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拉面王家附近了。其实今天基本上一路上啊，大家都在烤肉，所以满满都是烤肉味。祝大家这个中秋节快乐啊！各位阿航。来吃烤肉啦，没错，爽啦！你这一次中秋节要烤几次？100次，100次，主人都还没回家，只有阿嬷，哎，阿嬷，要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食材，然后这一次啊，我们用的是这个比较简易的，因为啊，如果要烧炭那些东西要太麻烦了，那个给明天我爸妈再处理，我们就用这个最简单的。阿嬷，我欢迎你，耶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做前置作业啊，因为怕他们待会吃太嗨，这边直接被那个弄脏。帮我们拿拉面王的卡片来铺啊。有咯，准备好了哦。哦，很香哎，想先烤了呢。怎么办？好饿哦，各位。得逞。有啦，阿嬷，有够啦，好啦，坐啦，卖伫个无闲啦。囡仔欢喜食，各位哦，你说这一盘比那一整桌都还贵，2000多块，太神啦！阿瑶酒是会选啊，各位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猪肉看起来超好吃的，因为它有腌过啊。对啊，而且它的油很漂亮。哦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还有谁？这阿瑶吗？阿瑶，然后晚一点，黑雨说他10点 OK。黑雨，好啦，兄弟们。
那要准备开烤啦！耶、yeah, ，阿嬷欢喜！耶、yeah ！各位，卖饭时啊，没有接工商啊，但这个真的舒服多啦，不用用炭火啊，不用在那边闻呛烟了。好多那种餐盒奶油。因为去偷餐盒奶油来烤，是不是？看起来很像外面的。各位，先铺底奶油。哎，肉拿过来。好，你看我今天就是什么？我为什么是我在烤？直接先烤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是我在烤吗？因为我怕你们烤的不好吃。呼！各位，我的老天爷啊，太香了吧！哇，好香啊！是啊，好香啊！各位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错不错。主厨弄得好吧？牛逼！对，那我这个一碗的这个主厨费30000吗？谢了。走了是不是？走了是不是？好了，尽量吃，应该烤得不错。各位。难得这个李主厨、哦、又亲下厨了哦！耶、yeah, ，各位，得场说王，考一定一定要得场，没错，得。啊，这些小白痴没买刷子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有大肠，用大肠刷，还有大肠的这个香味，再加上酱香啊，酱香来点酱香，各位。鸡柳条比较难一点点啊，等一下啊，慢火焖啊，啊、哦，可以哈、哦。然后这个啥，牛肠，真的牛，真的牛，嗯，哦、牛烂，真的牛肠。看看是谁来啦？阿瑶，阿妈，瑶哥来，我欢迎不？哇，他大声的啦！哇，欢迎啊！好，去看电视。好了，谢谢拉面王。耶、yeah, ！烤肉成功耶！ Yeah. 阿妈，阿妈没东西啊。简易三明治哦，简玉人，愚人节。各位，我们刚刚拉面王请他进来切东西，切这么厚，怎么吃？所以姚哥小厨房开剁。各位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阿妙，好不好吃？好。到了蔬菜时间，耶！刚吃完菜，继续吃肉。好吃。OK， 待会还有人来，第一轮先休，先来一个中场果冻。好吃。好。好吃的给我啊！各位，第二趴全部都是六的。倒霉，真假？各位，烤肉趴结束，要来面包趴，开始烤面包啦！嘿嘿嘿，嘿嘿，烤面包机，哟！各位，我们的绝力战将来了，他要把这边全部扫光。如果没有扫光的话，他就要给我挖包啊！哇，沙卡邦迪！哎、欸，大家都吃饱啦，在清理啊，待会哦，打牌，打牌时间，打陀螺时间，三小，疯狂中草药，阿里山呐、啊！再开一桌 ，Mambo， 耶 ，Mambo。各位，现在快要4点了，只剩我去跟阿航啦、啊， yeah. 大家都走啦。好了，要回家了，谢阿航。嗯、好了，准备要回家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也是玩一个7碗8碗，已经4点多了，明天中午就要起来吃家里这边的烤肉哦。回去还要忙这部影片啊，要求，回家喽我。
好啦，各位，那现在又是白天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昨天把这部影片剪完了之后，基本上已经是一个五六点的状况了。不过今天的话，因为我们家是中午就要烤肉哦，所以就没办法拖太晚，所以我就直接就是弄完就直接去睡个觉了，好不好？那待会的话，也就是等一下啊，我们就是要再吃我们家的第二趴烤肉。不过这一次这个在家里烤肉啊，我在家就是当少爷的命啊，就是完全不需要我出手，我爸妈就是很厉害，其实是怕我烤的就是比他们还难吃这样子。不过我昨天厨艺应该是还算是不错的。好不好？那这一次的中秋节呢？啊，还有这个烤肉 party 呢？啊，你们有没有就是觉得就是你们自己发生过最有趣的部分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了。那这边再一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